是个买个白色的。你在这上面东西啥子？哎，我给他晒太阳了，不该。你晓不晓得明天啥子节日？晓得咯，三八妇女节呢。我们卖单也快40天了，妈一直忙前忙后的也辛苦了。明天刚好是三八妇女节，我打算给他买个礼物犒劳犒劳他。你当儿子的不该表示一下吗？那是我妈啊，我表示。你当儿媳妇的才应该表示哈。我听妈说，她一直都想一个短儿子，她的衣服都是长款，我们今天就把她这个愿望给她满足了。你不相信，你去喊妈买，她又不得去。哎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去说服她。她其实心里想要的不得了，就是怕心疼钱。妈，你还不去打扮？你晓不晓得你今天要进财？啥子？你昨晚有没做梦嘛？没有。赶快去打扮去。你一直不是想要个短款衣服吗？冬天都过了，还要个啥子衣服吧？我衣服要得外面拿，要衣服里拿玫瑰。我就晓得妈要像那块说，其实她心里就想，走嘛，快些，快些。我跟你说，错过这个村儿就没那个店了，该快些去把衣服换了。那个鞋底板儿你就不要去找了，感谢。不要买呀，走啊走啊，快点啊，现在冬装都是打折哟。买那么多衣服做啥子嘛，我那么多衣服。妈，你说你不去不去，你把衣服再换的。你喊我去不去？你喊想买点儿，该快些，别个妈衣服都换到了。走，走，我出去逛街了。哎呀，是你们逛街是，哪们不给我们男人多整几个节日呢？咋没得呢？一个光棍节，光棍节，那我过不成了的嘛。你看嘛，他又想去逛超市了。那超市里面9.9，他说。买的就是讨厌的意思哈，我都不得要。新彩妹人女装店，都穿哪一个？你就想买个也穿个轻松穿，哪里穿不呀？你为何那叫干活？妈。你儿媳妇给你买买那是好事喽，我儿天长大了两个媳妇儿给我买，我高兴闷哒。走，我们走这里面去看看。哎，雪儿，你选短款的，短款这么多。你看妈那表情，她要选个打折的。这是第一款，你还喜欢红色呀？我说看个红色的，人家是个。哎，那个款式穿咋样？最晓得。这个是红色。感觉红色吗？是白色吗？白色也不紧张。你觉得白色好看些吗？红色？米色的好看些，里面再重新配个大的色儿。看嘛，你就喜欢逛这里面，有没有合适的嘛？你看妈才气人，那么好的身材，硬买不到她喜欢的衣服。哎哥，逛了几条街，你看嘛，妈不喜欢那件衣服，她说太贵了，肯定7-8百。走走走，还是把那件衣服给她买了。就是这个嘛。这个买个白色的。其实你今天给妈买了件衣服。看得出来他多喜欢你，他喜欢就好。其实衣服不管贵还是便宜，只要他喜欢，穿上好看舒服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不管那个价格有多贵，但是我觉得妈值得。